早上好呀，现在去刷牙洗脸。看看我爸爸在干啥？啊？干啥？干啥？动运都动。没。早上起床不动的吗？洗漱好啦，换好衣服，下楼吃饭吧。现在出发去外公外婆家啦！出发，去往外公外婆家的路上。到了我，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，哼，因为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回到这个地方，回到外公外婆。唉，我想抱下呢个 BB。但佢都唔理我，唉，好惨！我长得佢咁难睇咩？前面那个不让我抱，我换一个，现在不一个啊，依家系咪啊，妹妹仔？我叫阿姨啦，要。鸡鸡。停停停停停！好凶啊，太凶了，我害怕，我不敢走。现在从外公外婆家出来，去姨妈家里，看到这些草了没有？就这些，都是我阿姨家的。阿姨，看，这个是我姨妈家的阳台，你看大不大？站在那的那个是我姨妈，姨妈是我妈妈的好闺蜜。这还弄了个养鱼的地方呢，看，王八，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大？这一圈都是。妈咪，还在咋错呀？啊。这是咩错来的？欢喜糖阿乐，你看这是不是你最爱的辣椒小米辣？头先讲错咗啊，呢、这个先系阳台，头先嗰个系花园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准备吃饭啦。哎，终于回来了，也很晚了，我要休息了，拜拜。终于回来啦，我要休息啦，拜拜。